今天呢就是 Leg Day， 即是要做腳的日子。在基本上做腳就應該是很辛苦的，而我今天呢也很有點累，累是精神上的累，不是人體上的累，不過都不是藉口來的，要做的都可以做得到的，只不過在乎你給多少 effort 去做。做完之後你的感覺會怎樣呢？怎都會做得到。準備好我們就開始了。
第二 set
多啲嘅荷爾蒙啊，激素啊，爆下聲咁飆下出嚟，你想呢個muscle增加肌肉咧，就一定要做腳。你唔會想有一隻呢個咁大嘅手臂，但係有一隻香雞腳。多謝大家睇呢條片，記住 share 俾你嘅朋友。